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節嘅天氣報告，我係劉力森。受到西南季候風影響，本港對於今日天氣都幾熱㗎，不過日間部分時間係有陽光。雖然是這樣，但在雷達影像可以看到，在下午在珠江口附近其實有些雨區的發展移過來的。不過幸好這些雨區埋到來的時間就減弱，並且移到我們北邊的地方就沒有影響到我們的。看回氣溫方面，今天最高氣溫在市區就32度，新界普遍地區的高溫都介乎32-33 度，特別是赤鱲角機場今天高溫更加有成34度。從大範圍的衛星影像看到，華沿岸地區一帶的雲層都比較鬆散，雲和雲之間也有些罅隙，所以令我們今天看到一些陽光。我們預計未來一兩天這股西南季候風會繼續維持住，所以天色方面仍然都會有陽光，也有些驟雨。從一些氣溫預報也可以看到，在未來一兩天在廣東沿岸地區的天氣都會比較熱，所以大家要注意。詳細的天氣預測會是這樣的，預計將會大致多雲，有一兩陣驟雨。明天早最低氣温約為28度，明天部分時間有陽光，天氣酷熱，最高氣温會上升上成33度。風方面吹和緩的西南風，展望看回隨後幾天驟雨將會逐漸增多，不過短暫時間仍然會有陽光。在這裡提醒大家，酷熱的天氣警告就現正生效，大家出外的時間記得喝多些水，亦都避免長時間暴曬在陽光中以免中暑。同時我們預測明天最高紫外線指數將會達到10，強度屬於甚高，大家出外的時間盡量減少受陽光直接照射眼睛和皮膚。好了，這些天氣就講到這裡了，祝大家有個愉快的晚上，再見。